我是美人鱼嚟噶嘛？脱水女飞鱼干，晋级有望。你几耐冇起过水啊？系咪咸湿嘢嚟噶？咩咸湿嘢啊？其实我系唔识游水，不过咧我唔怕水嘅。一扑一碌打破个人最佳纪录，真系我系人生入得最多海水啊！大家，但我覺得水流好中意佢呢種鬥心啊！佢第一件事係賴咗個水流先。安信兄弟為你呈獻積極到爆最後一集，今晚10:00 ，Viu TV。